欢迎收看国光帮忙。国光驾训班，女人真的会开车吗？右转的时候，他就转过去才打方向灯。对，还有辅打的哦。有辅打的，因为肇事的话，你可以说你有打。这坏家伙！都回转嘛，然后车都超多，我就闭着眼睛，然后踩油门，我就冲出去撞到旁边安全岛，就从前头一直撸撸那安全岛，撸到后门，然后我那台车就从前面凹到后门，所以我下雨天都会漏水。我就开去一个十字路口，我要停路边，然后路边不是有一个么字形的岗吗？就后退，然后一后退我就听到嘣一声，然后我就开门以后，然后我就往前看，下巴掉，谁的下巴？上路下场有多惨？来来来来来来来，去哪里？哪里呀？去哪里？听见没？在你进去问我们？我问你男朋友啊？你问我进去？我邱涵，来玩，大家好。哎，今天看到现场，哇，不得了了啊！各种名车来到现场，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国光驾训班，这些女人开车比男人还凶狠，他们说的。OK， 不可能。好，我们第一段就是说呢，很多的那个男生啊，对于女孩子开车就是有一点点意见啊，是不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先问男生好，孝正哥。女生开车，你觉得哪一个行为你最觉得啊不能苟同？我最不能苟同是我一个朋友，她是个女名嘴，还蛮有名的。是，哦，那我知道是谁了。然后呢，我第一次坐上车之后，我就再发誓，我也不要坐驾驶座的副座，我坚持要坐后座，而且绑安全带。他怎么认得他？他一上车之后呢，就是他也不会问你说我要开车或什么东西，他就反正。那个引擎就他以前那钥匙，现在都按了嘛，对，以前他那个时候就在钥匙电门一打开之后，第一件事他也没讲就砰就出去了，开车为什么还要重踩油门就出去了？哎呦，就出去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坐在旁边，然后因为以前没有那么严格要求戴系安全带，就驾驶要系安全带。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坐得还蛮镇定的，到后来之后我开始不自觉的把安全带有没有就抽下来，摆好这样，会害怕，摆好之后，然后我开始就抓到旁边的那个有没有，这个旁边不是有一个把手的那个位置抓到这样，那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只要一开的时候，他就开始把那个照后镜拿转过来，干嘛？擦口红。哎呦，这样看不到后面啊！这样擦的时候呢，他一擦过来，为什么他就会踩刹车？就你就听到后面开始就什么鬼声音都来了这样，他是把他的那个。他的后视镜哦，拿来当作是擦口红用，然后呢，他左转右转也不打方向灯，然后也不会去看那个左边右边的那个照后镜，这样。他老娘爱左转就左转，爱右转就右转。所以他的车子太随性。平均的话，大概差不多半年的话，你就看到前面被撞到，左边被撞到，右边被撞到，然后后面被撞到这样。他那个车整个就是毛，就是乱七八糟的，咪咪冒毛，咪咪冒毛这样子。但他不以为意。他不以为意。我庆幸他后来嫁人了。她嫁人之后呢，结果后来我有一天的时候就也要坐她车的时候，我发觉有没有她老公跟着我在车坐后座，哈哈哈哈哈，因为她抿嘴，她只在乎那张嘴，其他地方无所谓，随便。阿诺，你为什么？这是个案，这是个案。你会不会这样？我不会，我很乖的。我那个转弯都会打方向灯，而且我会看后照镜，然后也会看左边、右边，然后再打，然后再看起来最不会开车就是你吧？对，我很乖，好不好？我的电瓶就是要开，什么叫开电瓶？什么叫开电瓶？右转喽！哎，我要左转喽！我们又不是 GPS， 又不是声控，为什么要右转？真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打方向灯？对啊，真的。没有，那个是他个案。对，这是个案。那是他个案。有人会打方向灯的举手。我爱打。我们今天我爱打，你爱打，你是爱打两颗吧？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车还打不好玩。而且你有
时候你的车子已经慢慢偏向这，人家就算你不打方向灯，人家也知道你要转弯了。没知道，没知道，这种我有点酒驾哎，对不对？转哦，那你为什么不买车就把那个方向灯打烂就算了？我只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会忘记，可是你车子已经非常意图明显的已经要转了。你会忘记呼吸？不会啊。我跟你打方向灯就跟我们呼吸一样，一定要一定要，真的。你知道吗？你们每次都有打方向灯吗？开玩笑，我现在车子还打着呢。我们哪里还有车打着呢？要转弯哈，是要300-500公尺前你就要有准备，就要准备了。我要知道你要转弯，后面的车有多快、快慢什么的，你都要量好那个距离的。他听不懂，不懂啊，本来就没有。你就想那个货车司机，通常他都手就会先打出来，这样叫人家货车司机啊。通常那种开货车司机，他们都会要转弯或什么，他就会这样。对对对，那是左转嘛，他可以这样转，右转他转不来。脚在那边，不够长，哪有那么长手啊？我有碰过一个女生开车，她右转的时候，她是转过去才打方向灯的。哦，想到，已经转弯，就慢补打就对了。我们都有先打回来，对，还有补打的哈。有补打的，因为这样万一补打的，万一肇事的话，你可以说你有打。车牌公布一下。哎，其实我最受不了我们那个圈内有一个女艺人，每次抓车我也是真的是吓掉，就是那个宅男女神谢洁玲，每次坐她的车非常非常可怕。有一次我就跟她录完同一场，还要到下一场，我说哎，那你有开车我就坐你的车好了。就一坐上去以后，我看她说哎，不好意思，先等我一下，那个有没有在那种银行会计的手套先套上去，然后那个帽子戴上去以后呢，然后那个毛巾再插到旁边，然后最后呢那个太阳眼镜遮在这边以后再戴个口罩。哎，我说你是公仓还是什么？你为什么开着车也要把自己搞得好像要去抢银行一样吗？对对，然后他就说没办法，因为我很怕晒太阳，因为他说这个开在路上的时候会很晒。可是我说你这样不是，你外面又隔热，然后里面又太阳眼镜，你不是看不到吗？他说不会看不到，不会看不到。就我看他一这样一插上去的时候，刚好那个看到有红灯，有那个阿嬷这样走过去，他差一点撞到那个阿嬷，差一点撞到。所以他我觉得说他们那个女生有时候配备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因为你知道吗？开车晒黑都只有半边，那对会很糗，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防晒。半边应该最严重的是你哦。我你说半边晒黑吗？我是真的有看到医学报道，然后他是用一个医学师傅，他是有一个卡车司机，他就是常年一直开车，然后他这半边脸老化的非常的严重，哎，半边脸都是皱纹。真的，他一边好像看起来30岁，是真的，是真的。没有，我们没有说是假，但是他例外。我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运动，他假拿几个假奖牌、假奖状来，今天讲的会信吗？他都是这样开的嘛，对啊，而且你做好哦，每个活动都是在高雄，然后你自己开车啊，你有开到那么久，对不对？你到台北每一个地方都很近嘛，一下子而已。知道女艺人很辛苦，皮肤黑一点就要被人家讲说什么，哎呦蜡黄啊，老啦。女人很辛苦，感情不好也被人家讲。对啊，你真的还是太辛苦了，真的。都是上车会防晒的举止。你怎么防？我就是都会戴，比如说袖套啊，然后太阳眼镜、帽子啊。所以要出门采茶还是采槟榔？哎，我真的都是为了你们呢，因为我们这为我们，这么严重吗？我之前没有说，我们生活里女骗子已经很多了，不要再多一个。哎，我们都喜欢那种皮肤黝黑的女生，真的。健康。我晒黑给你们，就说你是被炸弹炸过了。然后我就想说，哪有这明明就健康黑？然后可是男生就说我喜欢那种白泡泡又咪咪的那种。谁呀？谁呀？你这个不能一概全，我就喜欢黑嘛。对呀。好，飞哥的，飞哥，大飞哥嘛，是不是？医生，对我是遇过有一个女生，她很爱脱鞋子。然后呢？脱鞋子开车，然后踩你的脸，这个很正常吧？可是这很危险，是因为有一次他就是也是穿那种蛮有跟的那种高跟鞋，然后呢，他就上车之前，然后而且是我们要开上高速公路，他就把鞋子脱了，然后就开始踩油门这样子，然后就踩一踩，我就说，哎，你超速了，你现在应该要刹点车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一直踩一直踩，踩不下去这样，我就越来越慌，越来越慌，我说你干嘛这样子？然后他低头一看，他鞋子是卡在那个刹车的那个下面，所以他踩刹车踩的幅度很有限这样子，我说你赶快把鞋子捞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遇过这种女生很奇怪，那很危险，你捞。所以女生就很奇怪，为什么不穿鞋子开车就好了？穿鞋开才是危险的。等一下，你这个问题在于不穿鞋子开车是 OK， 嗯，但是请你把鞋子摆对放，不要摆在那个会驾驶的那个底下，对不对？那也是个案啊。你们男生，我们都穿袜子、穿球鞋、拖鞋在那边开车，我们女生都没说什么。什么东西啊？你说什么？什么？你慢慢讲，慢慢讲。我说你们男生穿的就是不穿袜，然后拖鞋很臭，我们女生都没有鞋。那是个案，那是个案，那是个案。而且我不会卡到。我们谁这样？对，是你没有啊？可是我也碰过那个女生穿高跟鞋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她卡住。所以才要拖鞋。对啊。拖鞋啊，然后就卡住，卡完的时候就。我们就在看着那个前面的车子越来越近，最后的时候就猫下去了，这样。所以你看，拖鞋是拖，拖鞋不是拖鞋有，只是要拖对，要拖也。开车我也是。要拖也不是，拖也不是。拖鞋不是，拖鞋不是，拖鞋不是。拖鞋是拖，拖鞋不是拖鞋有。会摆第二双鞋，就专门开车用的，请举手。我会放拖鞋，会放一双拖鞋，或两稍微都是拖鞋子穿。我习惯光脚，因为我觉得用脚去触摸到油门跟刹车会比较安全。哎，其实光脚开车那感觉很敏锐，对，而且就不会那个哦油门踩太多啊，或者踩错这样子。这个以前我们最看最多的就是计程车司机有吗？啊，对对对，哦，来，以前呢，计程车司机都光脚，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光脚？哎，你不在，因为哦就隔着鞋子哦。不敏锐，他那个回馈的感觉很直接，对，踩多少都知道。所以你看那些赛车手，他们鞋底都是很薄的。我就觉得他们说自己要开，然后又喜欢把自己驾驶座调得非常非常贴近方向盘，嗯，有点像这样。对对对对，好，然后转弯是这样。对对对，然后暴龙在开车，暴龙在开车，视线已经看不到后照镜了啊。对，我们从侧边看，那个根本就已经死。方向那个后照镜就在他视线死角之外，嗯，然后呢，看得到看得到，都可以都可以，好，哎，怎么办？我们这边要右边，我们现在还在中线，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切右？怎么切右？哎呀，不管了，玩命哎，对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坐那前面干什么？哎，我没有坐很前面呢，我还好哎，我通常都是有一个手这样的距离。但是我知道有些女生会比较前面，是因为她会紧张。对。所以她这样，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些车子车头太长了，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要近一点点，我们看到车头，不然那个车距会比较那个。因为像我开干嘛？他是开领车啊？前面挂照片的。有些车子车头真的很长啊。那你们比较适合开货车，没有车头。没有车头。因为休旅车像我们比较矮个的女生，就真的需要比较高一点，然后要比较近一点才会看得到。你椅子调高就好了。对啊，可是还是因为你调高的，它其实会变，它不是只是高，它会有点往前。哦。对，它不是只是这样子高而已啊。是，所以说你们都会坐很前面。会比较前。没有没有，我开车都这样开。不要坐他的车，不要坐他的车。不要坐他的车。可你手那么短，你又够不到，这样帅什么？就是帅啊！你们男生不都这样吗？啊，我知道，感情受挫都会这样。其实还会不一样。心情不好？没有啊，我心情好多了，感情受挫，好多之前的事啊。对，人算了，人都有高潮跟低潮，算了算了，人不可能就像股票一样嘛。对啊，算了，不要跟他计较，算了。陈轩，嘿，你们为什么开车嘴巴一直念？是你们不是我们，我们哪有念什么念？前面开的慢一点，说哦这怎样怎样，就开始碎碎念，有的夸慢点三字经就飙出来。那些是该骂没错啊，哪里会？有的开车每个人本来技术就不同啊，骂完可以改邪归正。陈轩，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看一下你今天服装好了。站起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再聊。哎呦，你因为坐第二排，哎呦，来中间，来一段热舞啊。对，这裤子我看你了。谢谢！哇塞！哇塞！你看我们聊开车可以聊，对，还可以救很多，对不对？是不是？难得来，福利，对。那个胡哥，你等下可以单点哦，聊到一半想看谁跳你就点了哈。你想看我跳？谢谢！哇塞！你看我们聊开车可以聊到对，还可以救很多，对不对？是不是？
男的来特别福利福利，谢谢。那个胡哥，等下可以单点哦，聊到一半想看谁跳你就点了哈。好，你想看我跳？这边肚子膨胀。来，哇塞！出过最严重的这个交通意外是？我有一次从那个建国高大桥下来之后，然后呢到了那个民权东路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那个红绿灯，对，对不对？对。那天是假日，那以前台北市的假日车子都不多。你讲的是农安街那个小红绿灯吗？哎，对。OK。没有，然后就在过去那个前面就靠近那个民权大的那个。OK。就我都停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想说停在那边，然后呢车子都这样子等着红绿灯这样，没多久我就听到后面有一个急促的那个刹车的那个声音。然后就咚一下子，然后我就踩车子，我还踩了我油门了，我觉得我那个整个车被前推了大概差不多一公尺，哇塞，被往前，那就是撞击的很严重，砰一下，然后我就上去，然后哦不行，我想糟糕了，怎么回事？我刚刚就下车一看，后面是一台某一种那个当时的三门很夯的那种三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小轿车，嗯，那个是以钣金号称超薄的小轿车，嗯，所以你看到前面那个整个前面车头前面那个地方就变成这个样子，哎呦，引擎盖归起来了，都归起来了，而且就全部翘起来，嗯，翘起来之后呢，我就到后面的时候就看那个驾驶，我看怎么样，我要不要叫119这样，我就这样一看就看了一个女生，这个表情是这样，吓坏了，吓坏了。然后我想，哇，这个是撞傻了还是撞死了这样？然后我就给他敲他的车门、车窗了，这样敲一敲，敲完之后呢，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已经整个撞到了哈，都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看他这样子拿起来，一直在那边抓那个玻璃了，这样抓完之后呢，好不容易嘛，终于把那个车窗弄下来，弄下来之后我就说：“小姐，你还好吗？要不什么样？”不好意思，对不起，你在哭。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对不起。对啊，赔钱。你怎么了？我说怎么？你怎么？不好意思，我考驾照才一个礼拜。我说你好像驾照一个礼拜，你就敢开那个什么那个建国高架。嗯，而且呢，你下来的时候，我把油门当做。我把油门当刹车踩，然后难怪他就咚就下去了，这样没有减速了，没有减速，他整个直直的，这样硬邦邦的，就正好就是那个。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撞的那个情况，这正好就是完全的贴合的方式啊，整个这样子从我屁股后面这样正对的撞，哇塞，好可怕哦！他那个车子跟我那个车子的极速不太一样，所以我后面那个地方保险杆破了，嗯，好，然后灯破了，但是没怎么样。你是开军车的？黑字头那个车子安全性是最高的那种，对，宾利，人家 V 开头 ，V 宾利，好 V 开头宾利，哎，那个车很撞哎，哦，你开车会翻车，哎呀，不是我，当时头发就要磨掉了。哎，我遇过最可怕的就是那一次，而且那台车还是蛮猛的，是那种 Land Rover 那台，其实蛮硬的那台车哎。那时候我在开的时候，因为载了五个人在高速公路上，我旁边就有一个小妹，她说：“哎呀，我考到驾照，可不可以让我开一下？开一段就好，就下一段到那个下一段那个交道下去就好，大概才5公里、10公里。”我说：“好吧，应该没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应该也没什么车，我就这样跟她换。啊，后面还坐3个人，我们就这样开。”好开心，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副驾驶座，我就说：“哎，你还开得还不错。”我正这样讲完，他马上事情就发生了。怎么了？他那个前面忽然有一台车子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旁边直接切过来，急切过来啊！虽然是急切过来，但是问题是还是有一点距离嘛，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你只要踩刹车，带一点刹车，然后慢慢刹下去的话，基本上就算紧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那个女生，她看到以后啊叫了以后呢，踩了刹车，你还做一个最可怕的事情。他眼睛闭起来，对，眯起来，然后开始打方向盘。我身边因为那个车子从右边过来，他就往右边这样打，想说踩刹车，然后没看到没事情，然后再往右边打，应该就没事。就一打，知道吗？右前轮爆胎，然后爆胎那种车子，那个它的底盘又比较高，一爆胎以后就这样啪啪啪，直接在那個高速公路上翻3圈。然后从高速公路刚好3线道，从这1线、2线、3线翻到外面去，外面那种沙地那省公路是吧？翻到省道去了。然后真的下来之后，我们整个人都在好像在洗身温暖，在那个洗衣机里面，然后玻璃都破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要开门开不了，因为所有车子都变形，整个开都开不了。然后我们只好慢慢的从那个窗户那边爬出去。可爬出去的时候，第一个跑出去的人就说：“赶快出来，因为那个在滴油，在滴油。”然后我们赶快说：“哇，赶快滴油！”跟大家就好像蟑螂一样，每个就这样砰一个这样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我那天也是跑好远，跑大概500公尺以后，说：“哎，
哎，医生，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好像这边骨折了。就是那个时候紧张到我连骨折都不知道，还这样拼着命这样跑，尽量跑啊，一直跑，因为爆炸，你怎么办？没有，就后来一看，没有，就水箱水了。跑得更真的一样，吓死了。女生有时候对这种紧急反应没有办法反应，她应该开车没多久，没什么经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所以她只要稍微带刹车脚，不要这样眼睛闭起来又转，一转又爆胎就完了。对啊，转方向太可怕。这种转法开快艇可以啊，不会有反应，开车就挂了。你们开车有闭过眼睛的请举手，谁敢承认啊？你们都没有举手，你闭眼睛干什么？闭眼睛。男朋友在车上？没有啊，我一个人开。那你闭眼睛干什么？我在市民大道，我那时候也刚拿到驾照不久，然后市民大道不到回转嘛，然后车都超多，他们都不让，你知道吗？怎么样，头都已经通出去了，他们就不让，然后后面就一直按喇叭。我想说，好吧，那逼不得已，我一定要出去，因为已经按到他快下来打我，我就闭着眼睛然后踩油门，想说反正我先冲出去，冲出去就好了，我就冲出去。结果没有撞到我，可是我撞到旁边安全岛，就从前头一直撸。撸那安全岛，撸到后门，然后我那台车就从前面凹到后门，所以我下雨天都会漏水。那你没去返修啊？没去修啊？那时候才刚大学生，然后那没想说下雨会撞吗？对啊，开你后面那台车一直笑，干什么？而且声音超大声的，但不敢踩刹车，就觉得说你要出去，不然你就是很危险，没有回头路了。太屌哎！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女生开车就很任性，像我一个朋友，她就也是个女生哦，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男朋友的车子。然后也是像你差不多那样，然后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开始就在尖叫，而且还闭眼睛。后来闭眼睛重点是在哪边？那天我们后来去处理那个车祸的时候，所有人看到那个车，大家笑到歪掉。为什么？那个捷豹 Jaguar， 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开始就在尖叫，而且还闭眼睛。后来闭眼睛重点是在哪边？那天我们后来去处理那个车祸的时候，所有人看到那个车，大家笑到歪掉。为什么？那个捷豹 Jaguar， 这不是一只豹吗？对不对？他把那个也是像旁边撸完之后又去撞墙，一撞之后他前面整个翘起来，那只豹苗突然间被一撞变成一只猫，标志，大家看那只豹苗就变成这样，招财猫。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想说，哇靠，你可以把豹撞成猫，你也很了不起，这样。可爱，可爱啊！你出过什么样车祸？我出过最严重的车祸也是被一个女生火车脱轨，不是啦，也是被一个女生害的，因为我就在。对，我就在开车嘛。那女生她坐在副驾驶座的时候很奇怪，她们很喜欢翘脚，而且她们脚会翘，就是跨在那个。对，跨在那个对那个盘子上面，然后舒服啊。然后就顶着那个挡风玻璃这样。那我想说啊，算了，没关系，我就继续开这样。然后结果呢，就是我要右转的时候，我就要看那个我的右照后镜，我是看不到的。然后因为已经被她腿挡住了，我说哎。就我只是仔细看那个腿，这样还蛮漂亮的。分析的。我就右转了，因为应该后面没有车。一转过去，然后一个妈妈载着她女儿，直直的要对摩托车，然后直直的要往前这样子，所以他们闪不及，然后结果他们就很戏剧化，他们就是 S 型的这样子没了一下，然后呢又起来。我撞到以后，他们人飞出去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摩托车那个座椅的那个坐垫也飞起来，这样，天哪，转了两圈这样子，整个飞起来，对，掉在地板上，我赶快冲过去看这样子，好险没事，就是他们就一点内伤而已，这样，怎么叫一点内伤？没事，我现在蛮疼的，就是有点没破相什么的，我想说那还好，你有赔人家钱吗？有，后来有，而且就是他们因为刚好是就是没有那个原住民，他们没有健保的那个，我那一次赔了三万多块这样。我之前是出过那个三连撞，然后我就是中间的夹心饼干，最衰的那台，最中间的。因为我前面的车就是突然就是绿灯起步之后，他突然又踩刹车，然后我就撞到前面还是 Mini Cooper， 然后他因为他比较硬嘛，然后我是日本的小车，又是那种前面车头短没有屁股的那种，他只是掉漆哦，我的那个引擎盖整个那翘起来，我就先被那引擎盖翘起来，我就吓到就不敢动，但是突然过了三秒，
后面的车突然跟我用力追撞，因为他没有发现我们前面已经出车祸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对，他好像分心在看电视还是什么，手机之类的，对，撞得非常大，因为我还有往前就是再撞回那个车，又往前移，对，而且是后面屁股整个凹进去，那时候是整个吓傻，因为我后来那台车是只有前面两轮可以就是这样给人家撸，后面是整个几乎烂掉，全掉了，后面两轮没办法动，前面没有爆开，但是后面是整个已经撞到，后面第三台几乎没有刹车嘛，没有，他是男生对不对？男生，他在看片子，对，yes，哇塞，那这样你要赔多少钱？危险呢？我就是赔前面他就掉漆而已，就几千块啊，可是自己要修的那个就大概一两万吧，追撞不是最后一台赔吗？就是后车一直往前赔，因为前一台前一台，可是你知道吗？不是最后一台赔全部。我的亏就比你好一点，我是第一台刹车，我第二台刹住，第三台也刹住了，可是第四台没刹住。前面，你知道吗？哦，你不用赔，也不用被人家赔。对，然后那在高速公路上，我是第二台我就走了。哦，要运气好。可是，我是第三台，第二台撞第一台，第五台撞第四台，我第三台没事，然后而且还大笑，扬长而去。我记得在那个园林收费站前面，那边最容易紧急刹车的，因为那个车道急速缩短，对。我最严重的车祸是被男生害的。为什么？怎么可能？那时候我是从天母，就是大概12点到1点之间，就是中午啊。天母，我说中午还是晚上？晚上啊，凌晨，然后从那个你是更年期加派哦，观众只是问你中午、晚上，可以怒了，表情了。那你被害的怎么样？什么？你被害的怎么样？聋掉，聋了，失忆了。我就是那天从那里，哦，我现在在耳鸣。就是我开那条路，然后我非常确定，因为我晚上开那个夜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就是注意四周的四面八方的来车。然后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然后我要开过去的时候，我非常确定我那时候是绿灯。然后一开过去的时候，立刻就被撞。是一台重机从我的就是前侧这边撞过。天母的重机，那个张伟忠啊。你不要侮辱天母的重机。真的很怕，因为那个时候是撞击力真的很大，我只要差一秒钟，它就是整个是撞到我的驾驶座。还好，因为我开很慢，所以它是撞到我的前面。可是我被撞到，真的不是我们不敢下车，是因为我真的怕那是现在很多假车祸，所以我就会想说，我撞成那样还假车，穿两圈的还用重机撞？你是要被撞成两截才知道哦，这是真车祸在下车，重机还比你贵。也许是他的那个力道或什么没有拿捏好啊，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下去，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然后又是半夜，然后我就想说，飞呢？反正就只有我一个人。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我就想说要不要下去，可是因为我就想说他是撞了之后，他在地上好像有滚个几圈，然后他好像这样不像假车祸，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不是，我才下去。结果后来他就立刻好像从地上复活这样弹跳起来，然后就开始对我这样飙骂，然后就说什么你到底会不会开车，你闯什么红灯啊你？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你闯红灯，你有没有搞清楚？我非常确定，我刚开的时候是绿灯。然后他说：“那你有行车记录器吗？你有那个拿出来看呐？”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他说：“所以就是你闯红灯，然后就是死命的说是我闯。”你确定他你是绿灯？我确定。还是你开过去的时候看哦，绿灯哦，就右边绿灯，右边绿灯，右边绿灯啊。想象很多事情发生，所以我那开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很确定我那时候是绿灯，对，没想到就真的发生了。然后可是我后来就很淡定的跟他讲说，没关系啊，我没有行车记录器，可是你看那边有4、5只就是那个监视器啊，那我们去调监视器来看啊。然后瞬间变成跟小绵羊一样，他说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问一下，哎，因为他有跟另外一个朋友，他朋友骑另外一台车，他说你刚好看到我闯红灯嘛，然后他朋友就说我没有看到，我在跟你讲话，然后所以就是厘清之后才发现是
他跟他朋友，就是他骑在比较前面，然后他朋友骑在比较后面，他就这样转头跟他朋友在讲话的时候，然后闯红灯，然后撞到我，所以那个男生真的是不能惧怕他，要不然你们就会就是什么叫我们就会，我没有，我如果那时候退缩的话，你们是不是就说我们闯红灯闯到死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其实今天不管只要发生车祸，不管对错，就是叫警察。对对对，就算你们错，也要叫警察保护自己。我们没有那么幼稚。哎呀，你闯红灯闯到死了！哎呀，没有，他可以不叫警察，可以闹大飞了，大飞来处理。对对对，好，陈轩，陈轩，你是飙车主？以前很爱跑山路。哇，莫非你是山老鼠？萱姐，萱姐，你有跟那个飙车主有交过手？跑山路的时候有遇过飙车族，然后他们都会超车，还有对向道的车子也会要超车。就有一次比较严重的车祸是要开过去对向车道的超车，我就为了闪他，然后就往旁边闪避。这种最衰了，这种我们重车朋友很多，还好没有很严重。就你明明你没有错，对，可是对方是双黄线超车，倒霉的是我们。如果不闪他的话，会更不闪他会严重。可是你闪了，对不对？你出事他也没事，就他就闪他，他就走了，跑了。那你车撞怎么样？就整个钣金凹进去，头那边。你开什么车啊？也是那种钣金大车吗？320。哇塞！逼的，那刚刚特别气你一下。320是女生开的车吗？320吗？对，对，女生开的，而且还不错。对，厉害。哦，那这个要修多少钱？不少钱哦。不少钱，但是我是找那种一般的钣金车行啊。那也要好几万啊。对不对？我是没有出过严重的车祸，但有一次走到路上没有，哪有？没有车祸，没有撞，没有撞。你一定要讲一个，我没有撞，但我有一天过马路被车。我有一次是跟前男友在吵架，然后在车上吵，我就大哭，然后他就弃车又弃我，然后在路边他就直接下车走了。对，不是舍弃，是谁开？你开？他开的，然后我在副驾，他就把车丢了，把我也丢了。他就坐电车就走了，那你呢？然后我就一直哭啊，哭完以后想说停路边也不是办法，我就。我是没有出过严重的车祸，但有一次被撞在走到路上，没有，哪有？被撞，没有车祸，被撞，一定要讲一个，我没有撞，但我应该过马路被车。我有一次是跟前男友在吵架，然后在车上吵，我就大哭，然后他就弃车又弃我，然后在路边他就直接下车走了。对，不是舍弃，是谁开？你开？他开的，然后我在副驾，他就把车丢了，把我也丢了，他就坐电车就走了。那你呢？然后我就一直哭啊，哭完以后想说停路边也不是办法，我就哭的去驾驶座，然后没开过他的车，然后他车又很大台，我就开去一个十字路口，我要停路边，然后路边不是有一个么字形的缸吗？然后我就开进去，么字形的缸。听不懂。路边不是的，路边停车格子，对，不是格子，不是，就是那个机车带转啊，机车带转，不是，他是讲那个停车格有一个行人道，行人道有铁，有没有这样子？对，这个叫么字形的，这叫么字形的缸，么字形的，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叫什么。哎，说真的，我还不知道那叫什么，找不到那个名字。么字形的缸，么字形的缸。屈哥，你乱厉害的，你都懂哎，好懂，好厉害。他老婆专门在越那种。对，我开进去以后，我没有看到那个缸在哪，然后我就开，然后看到好像卡住的感觉，我前进不了，然后我就那我就打 R 档好，我就后退，然后一后退我就听到小小的嘣一声，因为我在车子里面，我觉得小小的，然后我就开门以后，十字路口，大家都出来看，原来蹦的还蛮大声的，然后我就往前看，下巴掉，谁的下巴？车子的下巴。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五个女生聊成这样？现在变成弄成这样子。我懂，因为车子下巴就掉了，然后我就还在继续哭，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有路，我就找路人帮我把车子救出来，因为还是卡住的。哎呦。对，然后最后我就用胶带把下巴粘回去。胶带。对。透明胶带。男朋友怎么样？就跟你闪哦。没有啊。还跟你在一起。他自己要跟我吵架走了，那时候还在一起，但现在是分手。你有没有出过车祸啊？你没有车，不好意思。你有没有？没有，我就只有被撞而已，但是不是在车上，我是被撞。为什么被撞？就是脚踏车，我骑脚踏车都被撞。被什么撞？汽车。你男的女的撞你？男生。那是寻仇，那没关系。那不一样。你要讲大没好。你驾照拿几年？拿大概10年。所以说现在是29岁了。
对，差不多，对不对？嗯，差不多19岁考的嘛，18岁。哎呦，哎，不对不对，19岁啊，对不对？我早就调查过，所以拿10年。对，好，下一种拿几年的？我拿9年。9年了，对，9年，几岁拿的？18岁。18岁，哎呦，现在27啊！等现在为什么现在要一一报年龄吗？开玩笑的，阿拉，你拿几年？10年啊。没有，10年。10年，你呢？4年。4年哦，这么年轻。你很晚考哈。19岁啊。哦，你看起来真不像哦。你拿久了？我久了，差不多12年。无照12年？没有，不是，他的驾照是连接车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职业的哦，就这里面你算拿很开连接车，我拿好像是12年哎。真的假的？对，我说你谎报年龄的。对，你刚讲29岁，我以为你是在那个调侃你。对，怎么可能？真的哦，你30几了耶。对啊，怎么样？好，接下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将实测女星们的开车技术，从路边停车中看看她们真有嘴巴说的这么厉害吗？我们今天现场要考倒车，那个路边停车，路边停车，路边停车，这格子也很大哈，这格子很大哦。这格子很大，正常。对啊，跟车子可以吧？好不好？这比例，那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好，预备，起。你要倒格子啊？你把我的格子加快。他很慢哦，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完了，你前进重来吧，你在干嘛？他有点太重了，哎，不对，来 ，OK， 不重，你又回到原点干嘛？完了，来，我，可以，回，有，来。好，再往前一点就可以了。再来，乔正，乔正，哎呀，不错哎，哎，不错哎。好，他角度太小了一点，再一次，没办法，这样算对啊，这样有点太外面了，这样挺好了，可以了，挺好了啦，勉强，后照镜收起来就好了，啊，算过，恭喜过关，35，这样有35秒。哦，你刚往前开，哦，对啊，刚往前开了，好了，下一位就位，下一位来，夏雨桐很不错哦，要是没有前面的失误，这次冠军可能就非你莫属了。预备，开始，加油！你看讨厌鬼开车，哪讨厌？开那么慢，你没有开，你没有打方向，重车要来喽，快停好，陪着倒车入库。你干嘛？倒车入库吧。哎，重头啦，要回去了。哎，可以，再来一点。要再一次。你后面还要再一次，还要再一次，不够里面。挂了，你要再出去，再进去一点。挂了，你要乱唱。挂了。你要再出去，再往后啦。紧张，好紧张。挂了。还没有，加油。挂了。回正，你这样还是会在外面。还，这样有点还是在外面。好，来，后面来，下去。这样你还可以，还要这样录呢？你神力女超人哦。战机阿诺最为出色，接下来号称女车手的陈轩能击败他吗？
小心哦，飙车族来了，飞仔，计时开始，飞仔，加油，加油，加油！他应该很生气吧，因为车有点慢。哎呦，不舍我，哎，重来一次，重来一次。等一下，我想移出去。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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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sense。好可爱哦，不要生气，慢慢。来，可爱，哎，有，这个就有，再来一点没关系，再来一点，哎。结冰了，真的，他没有结冰，都结霜了，大雪，屁股结冰了。老师配这音乐的，好想睡觉。你想睡觉？别别别别，我不要乱说话，好不好？我们是很认真的，对。超过，把它停好，把它停好。开始，哎，时间到。对对对对对，踩下去，踩下去，下巴不要掉。是有转吗？有。再一次吧。再一次。你要去哪里？哎，好。有，可以。有哎，有转弯，停了。我们在路边停车，不是倒车入库。等等啦，还可以再往，还可以再往后哦。可以。到。切切，回左，回左。不要放弃，到。你们很像我爸呢。嘿，默契铁在后面。这边，嘿。派出一位男生来给你 PK， 男生应该厉害了吧？哎呦，拜托，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赢他。男生，好，那你就闭着眼睛吧。然后我该用的比，然后真的是，男生要该大的。自信满满的Ethan是在说大话，还是真有其事呢？好，那个Ethan那个是我们男生组参赛嘛，因为男生我们都认为说我们自己车开得比较棒，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哈，就是你是在大风雨中倒车入库，因为开始。他是台风天要入库了，对呀，再来一次。台风天，好，快点哦，现在，快点哦，快点哦，龙卷风来了，打死，龙卷风来了，继续打。又压到了，你加到买来的吧 ？OK， 已经赢外资了，哎，倒成这样，太好了。路径是标准的，路径 OK 了，是车轮，棒棒。他碾到我脚了，可以告他。好了，这个今天跟我们讨论是希望女孩子开车的时候，那个心不要恶用。然后开车要专心，因为出了车祸的时候，不但害人也害己。嗯，要小心一点，不要那边啊擦口红啊，那边想东想西的啊。方向灯请一定要打，我是说所有的人，包含男生啊，好不好？有的男生自以为技术好，对不对？粗心大意就出事了。真的。好，祝大家行车平安，安全第一，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参观，谢谢。